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喝酒比喝水多的隔壁大婶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按下订阅喜欢，这将是我们之后出片的最大动力。谢谢各位的观看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武王雅格鲁斯的大致攻略，它是一只只有半身的骷髅。那首先先到北境平原呢，寻找它的符文引导石，通常都在一堆小石堆附近，或者藏在平原的一堆草里面。接着就到指定地点寻找祭坛，那我们必须献祭五个丑地金雕像才能召唤它。装备的部分就穿上目前最硬的装备就可以了，武器使用物理伤害高的武器，银质武器对武王有奇效，例如寒冰锤，保险起见可喝抗火药水、中型治疗药水、中型耐力药水。武王打法，注意施法动作，右手举起是冰霜冲击，需要躲避，不可格挡，左手举起是陨石召唤术，需要躲避，不可格挡。陨石召唤术施展完成后呢，会追踪当前人物所在位置，尽量不要跟队友交汇，以免让队友吃到死亡奖励，除非你看到不爽很久了，就贴着他走吧。武王会有一系列的突袭，真的来不及躲可以格挡，但不建议，耐力会瞬间消耗完毕，对于下次闪避是硬伤。以上就是武王的大致攻略影片，如果有更好的打法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额外附赠两个小知识哦。如果觉得箱子放在平台要翻找非常麻烦，建议可以盖成立体平面，并且在前面标上名字，可以省掉不少空间以及时间。还有技能等级最高是100等哦。目前最容易达成的就是跑步了。既然都看到这边了，再跟大家放送一个好消息，网页放着就有 Steam 游戏可以抽。没错，现在到 Twitch 搜寻七支笔，挂台看台累积忠诚点数，2021年3月20日小七生日趴直接抽奖抽起来，详情可到 Twitch 七支笔询问，如果遇不到开台时间可以到 DC 询问，连结都在下方资讯列表。订阅按赞留言是对我们出下一部影片的最大动力。我是隔壁大婶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